好，那现在四张来上庄。我一直注意左趟右趟，然后又下车的三位那个。然后陈浩现在陈浩来到第二名，52,800，刘四张还是暂时领先的55,800，但是陈浩在后面已经紧追在后，只剩3000分的差距了。对。那小莲跟美丽现在是各是49,000跟42,400分，也都还蛮近的。对，所以那时候陈浩41,000分的时候，真的。好，小莲，这个美丽在三驾的时间真的。美丽右边的手牌是什么？我看不到，因为他这个牌。你这样头歪过去看得到吗？他是不是也咪吉啊？美丽也咪吉啊？他有没有宣告咪吉啊？25比咪吉耶。对，25比咪吉，25饼哎。他有宣告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是没有吧。因为咪吉不能过水，所以他可能不会宣告。哇，结果二饼我们陈浩有一张哎，多了一张，可是他的估算还蛮多的哎，这个25饼很多哎。对啊，这个不管怎样。哇，自摸。那他有没有宣告咪吉？我不知道，六台啦，有咪吉，有，他有宣告哦，咪吉，不然不会有这个六台，七台啦。七台啊，那他这个七台他有宣告咪吉，又回到哇，今天居然有2把咪吉耶，而且都是以自摸来收尾，是，而且都挺很好，14饼跟25饼，对，哇，这个咪吉又大家分数又差不多了，是的，哇哇，这太精彩了吧，超精彩，嗯，哎、欸，今天这一把真的超精彩，今天的牌局上超精彩，六台的七台。本来是美丽姐在第四名的位置，现在咪吉自摸这一把后直接逆三，逆三，而且离一二名很接近，接近反而是小莲姐被连续被就是被两把大的自摸给超车了。嗯、是，